嗨，你的油头博主今天洗了头发，为了我的新鞋洗了个头，不但洗了个头，还涂了唇膏。这是那双彪马的板鞋，就是原价95，现价39.9的那个，我终于买到手了，幸亏之前没买，等到黑了就买了。好看，好看，哇，超好看！它是这种麂皮的，这挺好看的，我喜欢这个，来试一下吧。我买的这个是大半码，我觉得幸亏买大半码的，它这个穿上刚合适，穿上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底儿也很厚实。Excuse me, can I get my slipper back? 哎呀，我这个鞋上有这个蓝的东西，然后他就一直想要叼这个。Excuse me， 总之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划算，我觉得跟白捡的一样。This way. Hey, Bob, this way. Bob, you want to come in this way? Pity my old. You got a sock? No!I'm just going to stay here in the dark.Can I have it? No, no. Give me that. Hey.
我真的还蛮喜欢那双鞋子，就出乎我意料的舒服，就是大小也非常非常合适。我一般穿7码的，但是我这双鞋买的是7.5码，我觉得就是穿上是特别的合适。它底儿非常的厚，它的侧面的那个padding 也比较厚，就是给人感觉就是非常保护你的脚。原价是95，当时买的，当时就想买，但是我觉得啊，我要等到黑五以后再去买，看会不会便宜。结果没有想到它便宜的力度这么大，所以就是真的就感觉跟白捡了个便宜一样。所以我专门为这双鞋录了一个视频，然后还专门洗了头发，还专门涂了口红所以如果你在北美的话你有喜欢这个彪马的鞋，因为它也不是特别贵可以去它的官网买，我觉得官网真的打折力度要比任何的网站都要大得多。如果你来到他这个彪马的网站的话，我是去的，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彪马官网，ce.puma.com，他这边的话，他是50块钱包邮，而且他现在黑五呢是30到50% off，那就是应该是5折到7折，almost everything，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打折的但是呢，它这个就是还是比较划得来的你可以就是去看一看，我当时的那双鞋，我当时是喜欢的是 Smash，然后 Smash V2 Suede，就是麂皮的，它不是帆布的，是麂皮的，这个呢，这个是我当时的那双鞋，就是你看它，这个鞋原价60，现在29.99块，是不是跟捡的一样啊？然后白捡呢，白捡这鞋就是非常的划算，它这个有好几个颜色。这个黑色的还比较贵，但是我当时我买的是这个颜色，我买浅色的。你如果点开看的话，它原价是95块钱。我当时看这双鞋看了大概有2、3个月，然后我当时一直犹豫要不要买。其实95呢也不是特别贵，但是后来我就想要不要等到黑五的时候看一下。然后呢就收到了那个订阅的邮件，他就说有打折，almost everything 就是大部分的都会有打折。然后过来一看，39.99块。不买我是不是傻啊？然后我就直接就点了这个买的是7.5码，就是我一直穿的是7码的，但是这种运动鞋呀或者这种休闲鞋之类的，我一般会选大半个码。结果买回来穿上真的刚刚合适所以我觉得他们家鞋应该算是有点点偏小如果你要买的话，可能要买大半个码。然后这一双黑的呢就贵一点，黑的是44.99块，我觉得黑的也挺好看的。没应该买一双黑的但是它还有这种白色的边儿的这个也是49.99块。那我还挺幸运的，刚好喜欢的颜色，它是打的折扣力度比较大Anyway，你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些它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当然我就是比较喜欢鞋，所以我就看鞋。它这些基本上都有打折。像如果你有喜欢彪马的话，真的可以来考虑一下。哇，这双鞋好看，我看一下像这个鞋的话，它原价是120，现在是64，就相当于真的打了有5折差不多我觉着还是比较划算的大多数情况下，黑五的话，我觉得去官网要比去其他的那种买手网站要好，就是折扣力度要大很多，所以我建议是先去官网看一下，以后然后再去其他网站再搜罗搜罗那这就是我的个小小的shopping haul